好，所以呢，第一爻它为什么会凶？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它是这个卦的一个啊，第六爻是成卦主啊，第一爻呢，它是业力的牵缠的。好啊，所以呢，他说第一爻初九爻，十二临归，光我躲于凶，象曰光我躲于，亦不足不已呀。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十二就是什么？它本来第一爻跟第四爻怎样，第一阳是会大的，所以呢，它应该随其第四爻，来一样。好啊，结果呢，它舍弃掉了。啊，这个也代表自己的意思啊。好，所以就好像说灵归，就好像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本性一样，就好像自己的灵性不去怎样，滋养，然后呢，把它舍弃掉。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凶相了。好，所以呢，龟，代表什么？古时候古代的神明之物啊，它借用了它来沾之大事，人之本灵。若能达到自尽而没有欲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死灵就可通于神了。借用龟以普之，以通其神明啊。好啊，所以呢，这个龟也代表说我们凡间的有一些人呢。有些算命先生啊，他就用那个龟壳在占卜啊，那个占卜叫做什么？金钱卦、金鸡卦啊，所以他有三个铜币啊，都是这样占的。据说这个龟呢，要用占卜的时候呢，他这个龟在世的时候不能吃荤的，一定要吃素的，才有灵验的哦，真的是这样子哦。好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龟壳啊。那个光我就是什么初九，躲移就是为情欲之动啊，所以他说妄利害之大，就是说他都是怎样妄想情欲，包括贪嗔痴三毒，所以呢，躲移就是什么大快躲移的意思的，把自己的本性怎样移除掉，结果说我今生今世就是来享受的，来享福的啦。然后呢，猪肉也吃，鸡肉也吃，鸭肉也吃，什么动物的都通通吃。我们有没有看过人家吃那个什么美女餐的？美女餐的，一个女孩子啊，穿着那个泳装，反正就躺在那个大桌上面，然后那个厨师呢就，连这个美女都把它装饰上去哦，然后装饰的整桌满汉全席。然后一桌人呢就大快朵颐，拼命的吃，一边吃好料的，一边欣赏美女啊。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哦，真的把自己的福报都想尽了，真的。好，然后自己的灵龟呢都不要颐养，通通把它舍弃掉了。好，所以海会导致凶相啊。所以他说初九呢，不为不能立志养人呐、反而呢，求养于龟类呀、所以呢，他养的都龟类的，不是正养的。失其本质呢，故其结果是凶。忽安身莫若不争呢，修己莫若自保。修道则无志啊，求路则如来啊。所以呢，他说，这一爻呢，已经换上了怎样？没有像一卦跟贞吉的这两个字，他已经怎样？养于龟类了，所以就没办法要安身立命的所以他说如果这样要修身的话就没办法自拔了所以他说所道则无志哦可是呢求路的话很多污辱的事情呢就会来发生了，所以他居养前之事啊，不能争其所履以前其德，而舍其灵龟之灵照啊所以你看他本来是要来养闲的哦，可是呢他去放弃自己了，所以就没办法来养自己的灵龟所以呢现我躲于呢而造求啊，离其自养之自大，魁我宠入而尽也，凶莫甚焉呐 所以他跟我们讲就是怎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离其自养之自大，自己舍弃自己的最宝贵的东西，舍弃自己所拥有的一个自信的自养，然后呢养错的东西这样子呢，一个错误的观念导致呢今天的一个什么恶相。所以孟子他跟我们讲说，
专制饮食哎的人呢，人人都看清他，因为他只有晓得保养自己小的口福，而失去了大的心智。啊，所以这一段来解释第一爻是最得当的。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哎，包括现在的时代都是这样。我们台湾人真的太可怕了，什么都吃，哎，啊，吃这么多饮食做什么？哎，贪口福嘛。啊，所以呢，以前我们去成全一个太太，请她来请我读书啊。啊，他说那哎不行啊，我们现在哦什么节日都要拜祖先呐、啊，啊人家拜祖先哦都是要三牲嘛、啊，哎啊那个如果你用那个素的三牲哦，那个鸡这么小，哦那个荤的鸡那么大，有没有？啊这一比下去啊，人家都会取笑的，哎后水才跟他讲说，其实我们拜拜哦是怎么拜个心意的、啊，对不对？哦啊你拜拜拜个心意，现在很多三牲有没有果冻做的啊，有饼干那个大饼盘那个什么皮做的啊，啊、哦、有烘焙皮做的啊，哦啊有什么哎很多的一个三牲的制作方法都不一样了，现在人是吃巧而不是饱了，啊、哦、是吃巧一点呢、啊，啊所以如果人家跟你讲说哎你那个三牲怎么那么小，你才跟他讲嘛，对不对？好，我喜欢吃这个啊，哎，难道不可以吗？好，是不是？哦，所以他的观念还走在哈、哦，我没有拜那个这大回哈、哦，他觉得哎，好像不扣瘾呐、啊，好像很丢脸呐、啊，哦啊，所以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真的还是很难呐、啊。可是他还是放心不下，哎啊，所以呢，真的要突破这一关还是很难。阿水台最后跟他讲，其实拜一拜哦，在拜什么？拜那个清脆汤啊，有没有？哎，你今天要拜什么？你会不会想说这个菩萨要吃什么？然后我去买什么来拜？应该都不会啦。我喜欢吃什么，我儿子喜欢吃什么，我就买什么来拜嘛，对不对？拜一拜谁拿去吃的？自己拿去吃的啊，也不会菩萨给你吃掉。菩萨给你吃掉吓死人啊，以后你可能不会拜了。为什么？因为被通通被吃掉了、啊。哦啊，所以他跟我讲说啊，哎，专制饮食的人呢，哎，很多人都看轻他的。好、哦、啊，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在饮食方面，当然也是要很讲究啦，可是就不能过于哈、哦。所以他最重要就是不要哎养自己的口福而已啦，哎，一定要想到啊有更多的事情要可以做，所以我们要立下大悲愿嘛，所以有大的心智，智就是我们的悲愿呐。哎，所以这个才是最好的，好，好。他说：“色弱呢，专制，哎，专制于口腹之慧的人，又能不失那心智的修饰啊，那样的口，那么口腹的保养，岂只是为了少许的欺负呢？好，所以他说，哎，啊对吧？八道马的狗啊，混种马的狗，这种人是最好的，啊，啊，可是第一啊，不是啊。”他那个什么，他那个自信我自己不去保养啊，灵什么，哎，他本身的灵性呢，哎，也不需要营养啊，他把舍弃掉啊，所以叫做舍尔灵归嘛，哎，自己舍掉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就一直在找自己的口福啊，然后啊，所以呢这样子呢，你看第一爻，他说你今天要营养呢，第一爻他就有这样错的观念，所以呢他是最不好的一个爻。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哦，所以老师也跟我们讲哦，哎，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哎，一个人没有正知者，哎，就患上这样。所以师尊老大人啊，才跟我们讲说，正知者就是正念也哦，所以也代表一个正心。你有正思念的时候，你的心才会正，所以心正了就变成的什么佛教八正道之一了。所以达摩西来一日无啊，全凭心意用功夫啊，哎，这个就是一个正念正思想，好、哦，所以此意在贬义我们呢，需要正思用功夫哦，对，所以有正思念的时候，可谓正确的一个思维了，啊、哦、啊，所以中庸才跟我们讲说，道心为伪啊，人心为伪哦，故修饰必于思想上，以道心来调养人心。以道心来克欲心也啊，克欲心也啊，所以所谓圣人求心不求佛啊，愚人求佛不求心啊，其义即此也啊，所以呢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他说进得修业的修道士啊，一定要怎样，从思想方面呢怎样去调，哎，用我们的道心去调整我们的人心，因为我们的心有三种心，哎，最坏的就是血心，再来就是人心，更上最好的就是道心。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人心在做事情，还是用道心在做事情，很关键的，哎啊，所以我们修办道当中一定要用道心来降服你的人心，用我们的道心来克己复礼，克制我们的一个欲心，这样子呢，哎，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什么，哎，圣人求心不求佛。所以我们修道就是叫培养我们的什么心性，所以我们在求不是求福、求寿、求啊什么各方面的求富贵，都不是，我们要求我们的自信清明啊，哎，这个自信我呢，怎样越来越光亮，所以求我们的心如如不动，可以真正达到定的功夫。好，所以圣人都是这样子的，求什么？求心而不求佛的。好，渔夫呢，哎，求佛而不求心的。好，所以其义就是这样子演变。啊，所以第一啊，他把他的观念把它倒过来，不用十二灵龟啊，哎，你要怎样？找到你的灵龟，好颐养你的自信，这样才可以达到最后的圆融。好，所以他叫我们时时回光返照，内省不咎，才能自信圆融。所以物欲失偏之心要什么？哎，驱驰它，哎，嗔怨离弃之过要遏止它，妄言呢，哎，任性之失呢要赶去它，懈怠好奇之病要治好它。所以我们今天要颐养，一定要守着这四个点，哎，物欲怎么样，一定要赶快把它驱逐掉啊，嗔恨脾气呢一定要把它遏制掉啊，妄言妄语呢很任性的一定要把它赶除掉，哎，好奇啊，懈怠呢这一种的病一定要好好的怎么样治好它啊，什么人来治好它？自己用，别人都没办法，知道吗？我们前辈子也没办法，哎，你的另外一半也没办法，你的亲戚朋友都没办法，唯有自己来驱驰止恶，哎，遏止改去治好它才有办法的哈。如果自己都不自己调整，没办法，心活在你的旁边也没办法度你，绝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一爻非常不好，因为它代表了动静兼凶，舍弃自己的灵龟的啦，所以自己的本性舍弃掉，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这个是破臭皮囊而已啊，保重这个要做什么呢？啊，所以呢，他说不要把那个最重要的本性弃置掉啊，然后着重这外形的，一定要外形也注重，哎，内心也注重，这个才是最圆融啊。好，第二爻呢，它是颠倚，有没有？这个叫做颠，颠就是颠倒的意思嘛。啊，福金于秋矣呀，对，真凶。六二真凶，行失利矣呀。好，所以呢，我们很少看到说阴机因为得其中正之位的爻会是不好的爻，就第一次看到，有没有？不然的话，在看所有的卦象，阴机因为得其中正之位是最好的爻啊。可是他的文章就变成一个颠倚呀，颠就是颠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颠倒的话，那就很好了呀。可是他偏偏就是颠，为什么？因为第二爻要来跟六爻相应啊，好、哦，对不对？他应该来随着六爻的德性啊。哦，六爻德性是什么？第五爻德性，他自爻，然后要仰万民啊。可是他不要，他把它颠过来啊，然后呢，颠过来就变成自仰了，变成自私自利的人了，所以他才产生的凶相，就是这样子来的，代表这个人。已经守中又守正了，可是他没有大悲愿，哎，至少门前雪啊，不管他人瓦上窗，哎，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当然会得凶嘛，哦，不然你看他又中又正呢，代表这个人很有智慧，哎，代表这个人能力很强，代表这个人各方面都具足了，可是差在那个没有大悲愿，差在这一点呐、啊，啊，所以他就偏离。什么叫偏离呢？好像倒过来相养自益啊！啊，福金呢代表什么利啊？所以呢违逆常道了，所以违背常道了哈、啊。所以呢啊，秋雨呢代表厚言，如丘陵之积，山户之高，言及地也呀、啊。真凶行必有凶，像这样一种人呢，哎，一定会怎样？
行必有凶的哈、哦。他告诫我们说，六奥处在下卦，居下卦不奉上而反养下也，故曰颠矣呀。以此而养，未见其福也；以此而行，未见有余也。如其才智能力，可养天下之同类。哎，然而那却自顾左右而已，其他皆不养不理凶。他违反了养上其常理，因理不因武啊，因为呢，哎，他不应武啊，必养臣不奉家，便为师的争议的啊。啊，所以你看，就是跟后水刚刚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好啊，所以你看，他们能力各方面都很强的、啊，他本来要跟第五爻相应的、啊，可是他偏偏不要。啊，所以他只要顾自己而已哈、啊，所以导致今天的是凶相的，啊，所以才有这首诗，他说人心滚滚呢，时难远呐、啊，劝君啊，秦将一马拴呐、啊，今时不听好言语呢，诚恐将来呢悔恨难呐、啊，哎，啊，所以他说人心滚滚呢，真的，哎，啊，人心为伪啊，哦，啊，所以在人的心当中呢，哎，世事难料。所以你看看我们有多大的才华，多大的能力，多大的一个什么智慧啊，可是没有大备愿的话，哎，到最后哪里空空去空空。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只有贡献在我们自己的家庭而已，哎，你是一个好爸爸，你是一个好妈妈，很好。可是呢，你看百岁之后谁在拜，你的子孙在拜而已嘛，对不对？好、哦，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前人老，我们的老前人辈的，你看百岁之后谁在拜？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拜，所有的人的心目中都有我们老前人辈的一个什么形影，都有他们的一个什么德啊，德者感召。好、哦，啊，所以你看一个人，你本来各方面都具足的人，可以来感召天底下的人，可是偏偏不要。我自己养自己就养自己，把自己顾好，这就好，就没办法把小爱化作大爱了。如果天底下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到如何来普渡呢？哎，啊，所以呢，三朝普渡就难办了。还好很多像我们各位前贤这样的，有大悲愿的，有能力又有才华，各方面都很具足的，愿意来布施、牺牲、奉献。所以师尊老大人呢、啊？还说啊，有希望的三朝普渡呢，在今朝啊，哦，好，那、啊、他说劝君怎样，秦将一马拴呐、啊，所以奉劝所有修道正人君子呢，一定要把我们的一马，一马就是什么心猿意马，他很会跑的，所以就好像唐太宗的什么，哎，他代表的什么猴子，叫做心猿意马，孙悟空，所以他。一趴呢，哎，十万八千里啊，很快的。所以你看，我们心念很强啊，哎，你的心念人坐在这里哦，一想到哎，屁股，哎，什么事情还没做，你的心就跑到家里去了，哎，哎，你的心一动啊，哎，可能你的女儿在美国，你的心就跑到美国去了，哎，你想到说南屏山的师尊老大人啊，在那边等我们了、啊，屁股，你的心就跑到南屏山去了，哎，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心念很可怕。哎，无形无影的，哎，啊，所以呢，他就叫我们的意念呢、啊，要把它好好拴住，不要用你的意识来做事情，要用你的主人来当家，这样子哈。今时不听好言语，如果今生今世呢，不好好来忏悔一番的话，哎，不好好来听的啊，先佛还是我们老前人辈的一个什么善言善语的话，诚恐将来悔恨难呐、啊，哦，所以等到。哎哎，人家都成就回去了，而、啊、我们呢，寸功难立呢，如何来告老还乡呢？没办法的，那时候要来忏悔悔恨，都已经为时已晚。好、哦，师尊老大人来跟我们讲，哎，我这个我要把它怎样？哎，分大我还有小我，所以呢，何谓大我呢？大我就是从大多数的人角度来看到我，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思想亦有分别，肉只为了自己着想，这个叫做小我，这样就是太自私了。所以第二爻颠矣就是这样子。所以师尊老大人这一爻跟我们讲，你要达到大我，不要达到小我而已。好，所以大我之前呢，我们要顾小我是对的，可是之后呢，哎，要好好表现一番的。
所以当要表现自我的时候，就要好好去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要只看到自己，只顾自己，如果只为了自己，便是逆天了。逆天是一念之叛也呀、啊，哦啊，所以，哎，你看是不是老大人呢讲的，哎，又清楚又明白，又直接又了当。所以你看我们，哎，所有的老前辈都是这样子来的，怎样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舍弃掉，哎，在中国大陆那种迷茫的生活。愿力真正的怎么样？自心自身呢，来到我们台湾，哎，播种，啊、哦，所以那一次我们到佛光山呢、啊，心法师也是这样子来的呢，你知道？心法师也是十几岁，哎，在中国大陆当小沙弥，所以他也立愿要来我们台湾开湾，哎，要来弘法那个佛法，哦啊，所以你看现在才有整个佛光山的一个大规模，好、哦、啊，所以你看不管什么宗教。很多的长者，很多的老前辈，都是舍掉了小我，然后真正的大我。这个就是心佛菩萨要的一个人才，哈、哦、啊！所以我们效法诸佛菩萨，效法我们老前辈来学习这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个大悲愿，才是我们今生今世要追求的哈、哦。所以他说，大凶之养，回力的常道，好、哦、啊！所以第二养。哎，难得他有忠正之养，可是却是遭受到大凶、哦、啊，所以真的得不偿失。好、哦，好啊，第三讲呢，他说什么？不疑真凶，十年勿用，无忧虑也。好、哦，相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啊、哦，不疑呢，就是什么逆养之意呀、啊？哎，所以。哎，真凶行所皆凶也啊、哦！所以就是动跟静也都是凶，叫做真凶也。十年勿用，十年代表时间很长很长，代表一个数的级数的，哈、哦，代表好像今生今世没办法用的意思了哈、哦。所以又三表呢，理夫不正啊，以养于上，纳上以产则也啊。所以六三表呢，本来是阳爻的。由于其要以和上九，直变阳为阴，在成解而言呢，是谄灭君的一个行为，非以养的正道。哎，所以呢，违背了以养之正，其结果呢是必凶的啊啊！所以就好像什么第三爻，它是以养，可是它本来要来怎么样以养第六爻的，随其第六爻的，可是它的行为不端，它用什么用？阿谀的，用谄媚的，哎，用拍马屁的这一方面要来，哎，要来怎样啊？侍奉这个第六爻，所以他的行为不正，导致今天的一个凶相。好、哦，啊，所以呢，到十年勿用，这个十呢，就一个数的一个什么已满的，代表吉数了。所以呢，十年勿用，吉中不可用了，就是众生都不可用了。所以十年见气者也。力行于施，无施而立，即任用这类、人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好、哦，所以呢，阿谀谄媚，这个是终身不可用的。哎，所以我们好好营养自己，哎，好好来随习师父菩萨，都是要用正念正道来营养的啊、哦，不能像这样的一个什么观念啊、哦。啊，所以呢，哎，他说人在世上。哎，人在世的时候呢，孝义是困难的时候，本来应该求得真理之充实，以应万难啊。六三呢，反之，好像违背了道理，其中是凶也呀、啊。啊，所以他说我们人在世界上，哎，当然考验会很多，可是要如何处置？用你的智慧啊。所以平常我们要好好充实自己呀、啊，叫做养性养心嘛、啊。哦，可是第三也不是啊。他用他的一个什么巧言令色，啊、哦，来这样来颐养他人，颐养自己呀、啊，啊、哦，所以呢，认为自己口才很好，认为自己能力很好，用他这样的一个什么，哎，啊，巧言令色的方法来应对，导致今天的凶相啊，啊，所以呢，有一段话写得很好，这段话是西云法师啊，在那个菜根谭啊里面写出来的。啊，那个是佛光菜根谭有这套书哦，他写得很好。他说：“不杀生而故生，
就好像你在人寿保险公司啊投保了，哎，写得太好了哈、哦。他说不偷啊盗领的时候呢，不偷盗而喜舍的话，好像在银行中间存入了巨款，哎，所以我们现在国务官上的哎怎样偷盗领这一些，然后呢把它转化为喜怎样喜舍布施啊。哦、啊，所以你看看你的那个啊，什么天上银行啊，哎，越存越多，越存越多的什么功德，哎，功德相的哈、哦，所以好像存了巨款的，哎，不邪淫而自重，如在家庭里面呢，幸福的家庭里面受到表扬一样，哎啊，所以祸水呢，一直鼓励我们青少年朋友啊，哎，都跟他们讲，你们要找对象啊，最好是找道中的对象，那是最棒的。啊、哦，因为一个坤道有千火毒素，你要找的也最好是，哎，没有甲支己卯辛火以上的人才嘛，是不是？哦、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只要是立过千火运的人呐、啊，他跟上帝表白了，他今天要什么？要换杀生，要换什么盗淫，要换邪淫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因为上天在监督了他。自己也跟自己讲清楚说明白，我已经立了这个业了，不能再换了、哦、所以你看这种人不是 很安全吗？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如果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哦啊、所以在座的如果你还是结婚的话，哎，不管是钱到婚到的话，要找的话就找我们道中的人才，最好是讲师啊。为什么讲师他讲了很多道理，明白了很多，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要犯错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哦、啊所以呢这个刚刚讲到这里啊，不免之啊，不忘语呢而是言啊，如在美丽的语言学校，哎，获奖了啊，所以呢他叫我们怎样不要打忘语啊，所以呢哎要戒掉，所以可以来好好的慎言语的话，就好像在真正的哎美语教室当中呢，哎，颁获奖状啊、哦，不吸毒而守道啊，留在健康保险公司呢投保了，哎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颐养，就是要什么样舍弃这一些嘛，啊、哦，杀盗淫妄酒啊，包括什么吸烟，通通不要，嚼槟榔都不要，那个都是不是颐养的一个什么好方法。都是残害我们身体心灵的一个什么不良的习惯，所以我们通通把它核实掉，所以呢这个才是在健康公啊健康保险公司真正的投保了，哎，你今生今世要多活20年多活30年应该没问题了，好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条啊，所以第三条呢他跟我们讲说什么，就好像他没有跟你担保，哎，不是说今天亲我如是的，因为祸水讲得很直，也什么，哎，就是把那个重点都通把它讲出来，哦，不要颠倒一方啊，哦，很多人说哇，亲我如是的就不会生病，哎，这个不对的嘞，还是会生病啊，毕竟我们是人啊，是不是？啊、哦，哎，有谁讲是讲得过头了，说亲我如是的人如果生病的话，代表他行为不端啊，那个跟行为又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哦，所以或者跟各位讲，因为第三讲就是在讲这个，哎，今天你有修道了，恭喜你，你有亲过如啊亲过如数的，也恭喜你，哎，可是一样会生病哦，知道吗？感冒也会哦，甚至中风也会哦。可是我们亲过如数的人，比一般没有亲过如数的人，中风的几率比较少，少了很多很多很多。哦，可是如果你不懂得营养的话，哎，炸的东西也拼命吃啊，哎，那个油也吃的很多的话，还是会中风。所以我们要懂得营养就是这样子来啊。啊、哦，如果我们亲我如是的，你是一样会得癌症的，你知道吗？可是他的几率很少很少啊。好、哦，因为可能有因缘那个什么，哎，就是我们有某种的基因，好、哦，然后呢一些身体状况调整的不是很好，所以他会产生这样的疾病产生的。好、哦、啊，不然你看看我们天地也不吃的啦，地宴也不吃的啦，哦，有没有？哦啊，那个什么人宴也不吃的啦，啊、哦，三宴都不吃的，所以要得到癌症的机会很少很少啦，啊、哦、啊，所以呢，哎，不是不会，只是几率很少，哦，所以第三条呢，哎，跟我们讲，哎，他应该哎达到这种境界的，可是呢，他偏偏不以的
所以还挡住今天的大凶大灾之爻。所以请各位注意，北东到第三爻要特别的小心，大凶大灾呢，代表他的一样的公务错误呢，所以还有一句话什么，躲进如你啊。所以你看，我们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的话，真正的人度日如你呢，有一次后水的太太呢，就是怎样去帮人家打针。为什么帮人家打针？一个癌症患者呢，他就怎样，医院没得去了，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是末期的，没办法，你住在医院也是等死而已啊，然后呢多花钱而已啊，然后就请他回去了。在家里在调养，你看很辛苦啊。癌症患者我没有看过，如果发病起来真的呢痛苦要命啊。如果痛苦，他那个床铺是用那个木板定的，发病起来一直吹一直吹呢，那个木板差一点都打破呢。然后霍雪太太就帮他打针，然后安抚他的心呢、所以霍雪看到那一幕吓到了，癌症患者是这样子他说不是这样子的，连那个墙壁都在敲啊，因为太痛苦了，他要发泄啊。所以真的大家好好营养自己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有癌细胞，我们要有这种观念。我们好细胞也有，癌细胞也有，所以我们健康的时候呢，你的什么好细胞就会怎样，压制在这些不好的细胞。如果我们心我们的身体呢，好像什么失去平衡的，好细胞呢它没有能力守成守好，那个癌细胞就爆发出来，然后呢它就会把好的细胞杀死，所以它就占用你的哪个什么五脏六哪个部位，它就被占的话，那就那么糟糕了。所以癌细胞它生化很快的，所以我们平常真的一定要好好营养自己的身体，所以强化自己的细胞，然后才会遏制这些坏细胞。第四爻，第四爻就很好了，有没有？他写得很清楚一个凶到这里就急了，你看他的文章跟第二都一样，颠倒也是颠啊，可是为什么颠？同样的颠倒，同样的文章，可是不同的命运。你看这里本来是要两下的，可是他却往上，叫做颠倒嘛，所以他就要得到了急，所以他还叫我们要怎样虎视眈眈所以我们曾有一句话，虎视眈眈就从这里来的，因为易经的文章是最古老的文章的。所以我们都成语都是从什么《易经》里面把它解析出来的其欲止止，无咎也呀。象曰：颠倒之极，丧失光也。所以颠倒也是什么逆阳，二阳逆阳就不好，四阳逆阳就好。他说六四呢本来是要下降的，我们在看卦都是一样，下卦都是要往上的，下卦下都要往下的，上卦往下，下卦往上，都是这样交流的，叫做交态。可是他今天颠倒了，反过来迁移上九之光，所以得吉也。虎视眈眈呢代表上九临六四正如什么其光赫然呐、其势颇张，其势呢怎样勃然呐、所以代表了虎视眈眈之意。其欲止止呢，欲及什么一时之情乃由外来，非观己得丧失光也，代表地怎样上九爻，上九爻一阳代表我们今天的一个成卦主爻了。就好像光明在上，故怎么样由上九失其下的第四爻。所以你看看第四爻本来是要跟第一爻相应的，可是今天他颠倒之后就怎样找到怎样第六爻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一直讲光丧失光也，这个光就是整个什么这个前向直向四向是不是一个离卦，离卦就是有黎明之光，所以他才讲四光也，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六四卦呢，就是什么六四爻属于上卦之初，居得其位，得应于初也。以上两下得宜之意也，故曰颠倒吉也。以生其意呢，为一个正人君子呢，养其浩然正气，下交不可以独所以呢，故虎视眈眈，威而不猛不务而言，养得失贤，何可有利也？
所以他说故其欲足止善根始也，修止二者，然后乃得其乃得前其疾而无咎，观其自养则与正也。所以他说察其所养则养良，宜爻之贵思维圣明，如人生呢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不愿变质去追求现实的生活，而守静止柔顺之道也，又能得前行之光明的鼓掌，充其精神之粮，吉也。所以呢这一条代表说什么，这个人呢好像什么受到很多的考验的，可是呢他可能修到20年的30年的他还不忘记，所以他也不会受到这一样的影响，也不会受到他旁边的人的影响。所以很多人是怎样辛苦读书好几年了，然后呢身体不适的时候，人家跟他讲说啊，你这个就是什么吃素啊，然后怎样不营养啊，所以你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啊。很多人都一直在干扰他，很多人都在考验他，可是第四爻他就怎样以第六爻为主，以第六爻，以我们现在讲第六爻就是你的前人辈，以我们更高层的第六爻就是我们的什么师尊老大人，你的心中有了师尊的时候，你就不会随便辩解了，所以呢身体不适的时候要好好来调养一番，不要听了很多很多的什么不应该有的一个语言，这样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中心思想顾好，把我们应有的一个德性来培养好。所以在这里啊，师尊老大呢也告诉我们说，行为言之表也，言为心之声，所以以言观言啊，以言观心，是谓诚意中行意外。所以做人要什么坦诚老实，而不是虚伪的表面。所以喜不形于色，怒时能假象，人前在什么中和气啊，背后暗箭杀人，这一种人是口蜜腹剑，口是心非的人，此为修道的禁忌。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讲一个正面的，又跟我们讲一个什么负面的，所以呢叫我们不要患上了什么口蜜腹剑的人，口是心非，这样子呢不是我们修道人的一个什么榜样。所以他继续说，语言是人与人互相沟通的工具，善用之则可以劝人为善，不善用之则可以使人身败名裂的。所以说话莫成一时之快意，以免结仇积怨，做事情呢莫成一时的一个任性，以免后悔莫及呀。所以苏贞老大人跟我们讲这一句话，是不是大祥子里面讲的慎言语节语时最了当的解析呢？所以他说我们讲话真的不要逞一时之快啊，不要我想讲什么就屁股就讲出来了，等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再说1000次10000次的对不起都来不及了，因为你讲出来了，所以呢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啊。做事情呢也不要逞一时之什么任性，做事情呢不要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不然那怎么办，是不是，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我的作为就是这样，不要这样子嘛，道场就是以什么和为贵，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把自己不要看大了，要把它收小，达到无我的境界了，所以呢这样止境，为什么叫做恐惧修行，虎视眈眈嘛，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叫做虎视眈眈嘛。所以为什么有老虎出现，看得出来吗？离卦就是什么四象的什么离卦，离卦为老虎啊，所以有这一只虎跑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易经它奥妙就是这样，它一个一字呢跑出来绝对有它的一个用处的。六爻呢无惊居真己不可涉大船也，象曰居真之己顺理从上也呀。所以这爻不是很老，四五六爻都很老，尤其第六爻是最棒的。所以他说福经呢本该居民天下，今还求于上九，违背常道。所以你看刚刚第三爻也是福经，可是却不好，第五爻也是一样啊，
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本来是要什么君临天下的啦，帝王他是一个君王嘛，好，所以他要懂得来怎么样啊，来君临天下。可是他没有，偏偏去找到找到隔壁的第六爻的，哎，这个在讲什么？他好像在讲是什么佛陀嘛？他本来是要当一个国王的，本来是要当一个啊，当一国之君的，他偏偏不要。偏偏去找到第六爻去修道了，去显山行道两道，然后你看成就了一代的圣人呐、啊，哦，所以他就是舍弃人间的荣华富贵，追求更上层的心灵的提升，啊、哦，来成就了一代的佛陀了、哦、啊。那居真吉啊，六本来是中道，虽不能养于天下，但可以以守也，以养大以之道啊，啊、哦、啊，所以不可涉大川。他说：“养天下之道，要如上九之纲。金六爻呢？哎，怎么样？柔弱，不可冒险前进呐、啊，否则必有凶也呀、啊。哦，所以他说，你居在六爻的时候，可能不可涉大川哦。凡事要怎么样？知止而止哦。为什么？这个卦在这里面代表的更直，所以我们动到子爻的时候，虽然它是吉，可是还不宜动，就是这个样子哈。哦”顺以从上也啊，以六柔弱求什么？求顺和无上所之阳刚。哎，所长呢自养有时过奢侈，哎，听人奉劝能够改正便吉也呀、啊。啊，他说第五爻代表什么？君王啊。哎，君王在自养的时候，有时候都太浪费了，太奢侈了。可是呢，第六爻跟他讲之后，他改过了，所以得到吉啊。所以整个卦来讲，他说六爻以阴积阳位，不以之意也，为阴浊之职而居阳刚之位，行则失类啊，故以居真也，无应于下而比于上，故可守真从上也，得宜之己，如此才可以养天下啊。所以反待上九之以至阳，使他呢能真兼胜上九，不为娇小而什么所惑，动摇其任贤的真固之念，虽是委婉的常道，可是却得己啊、哦！所以呢，干计大事啊，必须君臣相知，有如一体呀、啊。刚毅之臣，苦柔弱之君，往往不死失皮，大敌当前，还有内固之忧，怎能得心应手呢？好、哦、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哎，第五爻他就要做一个最大的抉择了。哎，你今天是要什么？哎，养这些人而已，还是真正你要达到更高超的？好、哦、啊，所以呢，很多事情，哎，你想要真正啊达到一个什么某个水准，所以你看佛陀为什么要舍弃他的一个王位不做，要来追求更高超的一个领域？因为真正的他的根基太强了，哎，我们如果看过佛经就知道，佛陀为什么会来转世？据说他已经修了好几千世了哦，几千世哦，然后他这一次才转世为佛陀，所以呢，他清清楚楚知道今生今世的责任重大，好、哦、啊，所以呢，你看他有福报，相当大的福报，哦，所以他就可以来转世为身为太子了。哎，可是他也一样遗弃了太子之位，遗弃了什么国王之位，愿意来雪山修行啊、哦、如果他那时候没有这种念头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福经哎点养的话，没办法来成就一代的一个啊圣人的、哦、啊，所以呢这一样就好像描写佛陀啊，所以呢一样我们呢要什么养气嘛、哦、啊，所以军中要有什么士气，哎，军中没有士气的话，要打仗就整个瓦解掉了。社会要有什么好的风气？哎，不要坏的风气呀、啊，不要来玩大家乐呀、啊，玩乐透彩，这个是歪风啊。所以不要那种风气，要有什么气？修道的气嘛，要有读经的气嘛，有没有？哦，大家一起来读经，这样不是很好吗？推动中国文化，这样不是很好吗？哎，来怎样？大家来一起来读一经，这样不是很好吗？啊，我们看到那新闻有没有看到一整混严禅师啊，要开一个易经大学啊，哇，太厉害了！哎，人家国家都把易经怎样推动这么宏展，而我们却没办法，
所以我们要反省呢，哎，真的，哦啊，所以要有什么空气，要好的空气，人群呢要有什么人气，人的人气，哎啊，所以人气哈、哦、比较旺，好、哦、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里哈、哦、要怎样，哎，多开设佛塔，人气越旺，哎，你的家运就越好，这个是《易经》里面讲的哦，它也讲到什么，人的卡五鬼的。哎，越多人到你家走动的话，你的家的那个什么旺气就越来越好哦。如果你的家都没有人要去的话，哦，或者跟你讲，我们要忏悔了，我们要还钱了，代表我们可能对人不是很理想啊，哦啊，所以可能有点孤僻啊，不能跟不喜欢跟人家交谈，哎，不会好友，不会哎，不会啊招待客人呐， 啊所以人家都不喜欢来到我们家，那就不太好了哈。哦他们说话要什么？要和气，哎，所以我们跟人家讲话了，啊，包括在外面的，包括在我们道中的，在开会也好，哎，我们讲话是要和和气气的，啊，啊，甚至我们听到很逆耳的话，听到很不舒服的话，我们也要怎样，安心下来，不要砰的啊跑出来的那个脾气是跑出来的，甚至有人更糟糕，还拍桌子。哇，那就很糟糕了，就不像一个修道士的哈，所以讲话的时候要和和气气的，我有和气来沟通，所有事情才可以解决啊。朋友要有什么？要讲义气，哎，朋友跟朋友之间，道心跟道心之间一定要讲义气。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国中国小里面，或许就有点感动了，因为有一个什么活动组的啊，就住在台北，爱田他是活动组的组长。啊，所以有一个道心的孩子哦，就很挺他，所以你是做活动组组长，好，我一定来帮你，哦，然后从头来帮到尾哦，哦，啊，这一次呢，哎，换他，哎，那个人叫中组嘛，哈，哎，啊，换到中组呢，要去做活动组的组员而已，不是组长哦。这个台北道心说好，我一样要来挺你啊，啊，结果哈，哦，哎，上班没办法请到三天的假，哦，啊，所以那怎么办呢？他没办法请到三天假，他都耿耿于怀，所以就对这个中途啊非常的愧疚，哦，啊，所以哎，星期五也没办法了，星期六也没办法了，可是他总是要来嘛，礼拜天有休假的，然后礼拜天来的时候，他就跟中途说，好，虽然我没这一次没有办法帮你呢，好，我就自己来处罚自己，哎，我亲口好了，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亲口班。所以他没有去参加营队，就跑去清口班入班了，结果真正的清口了，也有人这样清口的，是不是啊？说够义气呀，哦，所以也是他也好妙处哈。啊，善人呢有善气啊，这是绝对的。道中呢要有道气哦，如果道中没有道气的话，就变成什么人气了，不好啊。所以呢，这个道中一定要有什么道气，身体呢要有元气。哦，所以身体没有元气的话，三日三夜就没办法和谐。每天呢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有朝气，哎，所以每天起来的时候跟自己说好话，真的哦，拉拉自己的耳朵，拉拉自己的什么皮呀，还要高高兴兴的，高兴什么？还好今天我还活着，活着的感觉真不赖。啊，你说不是每天都活着啊？或者跟你讲这个有统计的哦，他说。晚上躺下去，明天起来的人，总是有限的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起来的哦。很多人躺下去之后，隔天就起不来的哦，一定是这样子哈。好，啊，他又如如不动的要守气哦，所以我们没有事情的话，一守闲观，气日丹田，好好守我们的丹田气的哈。修道人要有什么？浩然正气。啊，所以我们在道中行话，讲课讲经说法，你一定要具备一股浩然正气，因为人有正气呀，上天才会感动，所以上天感动的时候呢，才会加灵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哈。好，啊，这一爻呢属静而已，因为他这一爻坚持到底也不会改变他的志向，哦，宁愿舍弃呢一些荣华富贵，甘愿来追求他的一个心中的理想啊。最后一爻，由以利己，利社大川也，这一爻是最好的哈，哦。你看大有庆哦，啊，哦，什么事情值得他大有庆呢？他说由以一卦大养天下之任，全在上九这一爻，哎，啊，所以你看
所有一卦真正的他的责任重担，就是第六爻，他要来承担这一切。好，所以叫做有以也，利己，哎，地利的意思。所以他说上九爻啊，虽然有如此的功用，不可以怠慢，需要更加的一个什么地利哦，哎，非常的谨慎哦，以本身所得来的之道，推广于天下，是以为己也呀。好，所以你看，哎，一卦就是要来以养啊，以养自己做起，然后来怎样以养天下的。好，所以刚刚讲的以觉为师，你觉悟了，然后你来觉他人嘛，就是己利而利人，己达而达人。好，啊，这样你就可以立设大川。所以上九啊，固有养天下之任，可以历尽天下之大难也呀。所以动到第六爻，真的，哎，赶快去度化众生，赶快去怎样行化天下，因为你得时宜了。好，啊，所以你看第六爻动下去是什么？互卦，代表生机盎然呐、啊，代表生机无穷尽呐、啊，代表了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了，互卦。哦，好，所以他说这样子是大有庆也。什么叫大有庆？百表代表了什么？始终如一的啊，上下君臣呢和乐的啊啊，所以我们道中来讲，什么叫大有庆？一子求道，九玄七子尽沾光哦。一子成道了，九玄七子尽超生，这个是我们修道人大有庆的最好写照呢。你看你一个人影响一千多个人呢。所以你看看一个人谨记多少苍生限定啊，我们可以堕落吗？我们可以半途而废吗？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好好颐养自己，慢慢慢慢养到什么有余，这样子才可以达到最后的大有庆。哎，所以大有庆代表什么？哎，离卦大有啊，哎，离卦代表是代表什么？佛光照大千啊。所以你看你一个人成道了，九玄七子都要沾你的光呢，哎，所以天地人三彩同庆啊，叫做大有庆也呀、啊，啊、哦，所以上九以阳主上，而女是阴，阴呢不能赌为主啊，所以呢必终于阳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养，故也有矣。一卦呢由始至终，由浅入深，由出入精啊。好的，以气大而能化，成而能理，是为前始前终也，为众因之主，不可独也，故利乃己也。所以上九呢，能克保性命之大，又能达富贵不淫，凭借不能移，而手中如一啊，所行不二啊，尽位尽力，德泽普披，而高而有名，是以己也。为养之主也，物莫之啊之尾，故立设大川也。好、哦、啊，所以呢，这里也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了哈、哦。他已经达到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一个境界。好、哦，所以叫做什么由矣。所以呢，师尊老大人呢，在这里也跟我们讲，啊、哦，三界十方的诸佛菩萨，还有众生啊，都在这一次的弥勒应运的普度因缘而庆幸。所以叫做大有庆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能怎样降生在中化，哎，能得弘慈大道啊，真的大有庆也。为什么？庆幸这一次的一个什么白羊命运啊，庆幸我们这一次得弘时运啊，庆幸我们这一次可以来成就怎样、啊？哎，成就大千啊、哦，啊，所以呢，真正的都在庆幸这一次的三朝普渡了。所以尽其便愿全力的为三草说缘工作和努力，哎，所以他叫我们哦，尽心尽力的全心以赴的、哦、啊，所以呢来为了这一次三草普渡，好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好、哦、啊，所以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什么布施，哎，都有这样的了愿的话，你看我们师尊老大人啊，哎，他怎样啊，他就更省力的，所以我们要为师来怎样分担呢？好、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使命所在。而指导这项大因缘的，又在人间完成哦。所以你看，这一次大因缘不在天上完成，是在我们人间完成。好、哦、啊，所以我们何其的荣幸，可以得人生降中化。好、哦，说徒儿啊，你们这群白羊修士应该。
善物使家齐，不知不求，真诚的实修，方无辜负天人的一个什么祝福、哦、啊，所以他叫我们好好把握当下，即是永恒。哎，即使你是现在是小孩，即使你现在还在读书，即使你现在是什么还是家庭主妇，即使你是50岁、60岁，甚至老人的都不要紧，这个都不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哦。哎，我们的心念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好、哦、啊，所以把握当下才是真正最好的修道时机。好、哦，而且要怎样真诚实修。哦、真诚实修就是认理为基为真啊，以利归基，认理归真才是真正的实修方法，这样才不会辜负我们。哎，怎样？上天在暗中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这一次办道是人办天助，没有天助的话，我们没办法办成功；没有天助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来成就大道。哦，所以我们都只有一点什么？抱持感恩的心，哎，来真正向啊师尊老大人，哎，来做一点点的回馈，好、哦、啊，所以这一点非常好。你看看，动静皆起啊，太好了。为什么动静皆起？因为他已经得到大有气也嘛，所以呢，已经一指成道，九玄屈指尽超生了，好、哦、啊，所以呢，等到我们考虑的时候。想一想这一句话的重要性，哎，等到我们有点退缩时候，想一想你谨系九玄七者的一个什么超生，好、哦、啊，所以我们要更精进、更努力、更卖力的来牺牲奉献，这样子才不会辜负我们师尊老大人的期盼哈、哦。好，而、啊、我们今天呢，因为一样就是要一样我们本性，哎，一样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功德相。所以呢，要若一样，唯有用爱心来成就哈。所以我们今天上爱心园，啊，所以师尊的一个情况啊，都是点点滴滴寄望在我们徒我的身上哈。Thank you.
见真情哈、哦、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啊一样跟正人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好、哦、啊，所以呢，师尊老大呢跟我讲，如果不止静，则无以平心中之气呀、啊，无心中之躁，降心中之僵，所以呢，一定要怎样？主人当家，主人当家呢，主静出来的东西呢，哎，你看到点人师，你会怎样？很尊敬他。你看到有比那普普通通的人同等的，你也会尊敬他，好、哦、啊，所以呢，我们不彼此的，所以叫做平等式的。如果不纯诚，则无以去心中之有，化心中之执，扫心中之秽，好、哦、啊，所以一定要真正达到什么？哎，至诚之心啊，自然可以扫到所有的一个执着啊，故静而后能成，成而后能清。谦而后能纳，纳而后能明，明而后能行啊！好、哦、啊，所以师尊老大的一再的跟我们讲，一定要自诚之心，随其事挂在前边，哎，然后呢可以什么？哎，接纳所有天下的众生，自然而然你的自信光越来越光明，而后你可以行化天下了。好、哦、啊，所以呢，这个是师尊老大的跟我们一再的告诫。好、啊，我们今天呢的一卦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很多不足的呢，忘记我们祖师摄水龙观，也请各位点燃师以及各位前天大德呢，必啊多多包涵，毕竟祸水还在学习当中哦。最后恭祝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道路同长，感谢师尊，谢谢。